他们都太腻了，就我们两个，我刚才无处安放的眼神，我一瞟，他跟我一样无处安放。一比之前第一期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变化了，你第一期的时候还在唱。我抖啊，我讲话我都是抖的，脚都是发动机。不好听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我现在就等着你开专场的时候，我就给你夺去唱的没有。好。我爱的人呐、啊，没有了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折煞我了，太可以。折煞你，老师说话好客气。如果写不好，爱情灵感同时弄丢掉，也记得按时吃饭睡觉。他唱得很投入哎、嗯，他非常认真，他进入状态了，我觉得。而且很好听，他绝对不是在演或者什么，他就是进入状态了。对，他从头到尾，除了头发都很真实。是不是当音乐学习前，其实和别的歌声唱起来的时候，你都不会明白？